啦！今年工展会云集超过900个摊位，除了大量一蚊一折笋货之外，今年仲首次酒类饮品摊位，准备好跟我边食边饮边 shopping 未咧 ？Let's go！ 今时今日身体健康最紧要，如果大家仲未谂到圣诞节交换啲咩礼物好嘅话 ，Catalog 呢一个圣诞礼物篮入面有齐8款健康食品同埋保健产品，绝对系实用又健康之选。今年 Catalog 为大家准备了超过200款优质天然健康食品，而亲临工展会摊位仲可以免费试玩，开心扭一扭，扭出好健康，赢走各种丰富奖品。另一个健康之选就是肥妈 Maria Cadero 都推荐的 Life Nutrition 乐儿膳美国优质天然营养补充品。这个肥妈逆龄精选套装入面就有多款王牌产品，包括无痛关节360、AC 草钙多、明目 V2， 就连近期大热的 NMN Plus 都有，帮大家由头到脚由内至外补充身体健康所需。不少人都会趁工展会有优惠提早办年货，而过节更是不少得鲍鱼啦。天龙牌这个10全10美鲍鱼套装不单止好意头，还超级重手添。套装入面有10罐鲍鱼，隻隻都宴会级，超大隻，而家只需要600元就可以带晒翻屋企，平均60元一罐咋，入场必扫啊！天气咁冻，最啱就系食啲暖粒粒又滋补嘅嘢。呢一个童真甜醋猪脚姜，每袋有1至2人份量，买翻屋企开门口，直接成袋加热就食得。另外，童真亦都推出尊贵套装，入面有多款童真王牌酱料，全部香港制造。买定翻屋企，准备新年时煮团年饭就啱晒啦！哇，99元就可以换购越南冻干秃心翻屋企。南北巷呢款越南引进嘅冻干秃心，喺新鲜状态下以先进冻干技术脱水冻干保存，完整保留秃心嘅营养同埋肉质口感，唔使发，唔使去肠，唔使解冻，浸泡2.5小时就可以回复弹性，方便悭时间。唔少得一碗靓汤滋润啦，唔使300元就可以带晒10几包汤包翻屋企。我成日都要上镜，平时都会食下燕窝花胶，贪佢哋够滋补养颜。今次官燕盏同 Line Friends 推出呢一个福袋咁可爱，真系揾唔到理由唔带佢哋翻屋企啊！呢款期间限定嘅 Line Friends Meet 官燕盏牛仔布福袋，龙仔造型嘅 brand 可爱爆灯，入面仲有齐鲍鱼、燕窝、花胶、花旗参茶、花菇。而另一款同樣是期間限定的 Line Friends Meet 官燕盞即食花膠鮑魚禮盒，就送你可愛野餐墊，粉絲們必搶啦！會場還有金龍滿堂福袋，無論自用定是新年送禮都一流。除了內服，外用都很重要的，想 keep 住肌膚水潤有光澤，彩豐行的產品就幫到你啦！今年工展會，彩豐行一系列產品都會以會場限定價發售，包括沐浴露系列、面膜套装，而呢一个 C60 富勒烯10项全能套装，一套有齐精华、面霜同埋眼霜，唔使700元就可以买到。而部分产品更加低至半价，甚至25折，限量发售，大家记得提早入场送货啊！正所谓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煮大餐要准备好靓食材，一套好嘅厨具亦都好重要噶。美思工房的不锈钢厨具套装和不锈钢汤煲连蒸格套装，工展会限定价低至3折，买晒翻屋企炮制9大鬼都冇难度啊！另外，买满500元仲会送你价值超过1000元的美国名牌厨具套装，多买多送，抵啊！介绍咗咁多会场限定笋货俾你，仲唔够？咁就记得即日起去到出年1月8日嚟到维园工展会扫货啦！请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揿埋个钟仔啊！